大家好，我是天鸟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克的大冒险。哦，好，冲啊！ Be careful, Mac. This is obviously Gundahar's territory.找到长在各处的日常知识，没有找到神器。啊，我的手太短了啦！鬼虫啊！嗷！Once you enter those narrow canyons, best of luck finding those relics. 啊，这次不是直的，这次是横的转。紫色是横的转，绿色是直的转。天哦！画圈数。看你啦。到目前为止，这里的敌人还算好对付。
狗狐狸！ 这蝎子很弱，难的是那一只哥布林。 说他弱是被他打死，啊，他怎么死的？我想说完了，我要死了。 被他砍死！不行啊，连续踩顶也没有办法撑住。 哦，踩顶完再打，这好像可以。 趁他还没有振作的时候，赶快打！都被蝎子打死！算了，开大解决。哥布林什么的最讨厌了。 体型就没有输多少。那块石头，喷毒的。 弓箭手这要怎么打？原来你也会这招？哦，他就是多一刀喷毒，其他两招还是有。嗯，没有看准。 弓箭手怎么闪得过呢？
还会掉紫砖？不会哦。我好像有办法。对，不用再多耗费一个大局。哇，我觉得一天还没过检查点，这两只赢的可能性不大。三个，拜托过检查点了，还好过了。距离不好抓。十公点手还是要大绝伺候，不过这样我的大绝就越来越不太妙了。棒啦！忘记检查这边有没有宝物。
滑滑地要对付弓箭手就更困难了，我绝对要把他引出来打。没有办法，到滑滑梯上面我就被减速了。跳跳，跳不动啊，那个地。哎，好不容易那只蝎子出来了，说。应该要这样啊，所以我又要可能会在这边集到三个。加跳跳跳跳踢，这可能要我们跳跳专家才有办法。确定这边都没有东西，好，我要用闯的了。好，这样随便滑一滑，居然还能赢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